早上6:20来关心气象天气状况喽，赶快先来看看的是，你看在银秀旁边这个台湾天呐，整片橘色，整片红色，没有错，台湾这几天被烧成了烤番薯了，天气温度实在太热了，大家真的多补充水分，不要中暑啊！先来看看这是目前气象局最新发布的高温资讯哦，你看红色灯号，也就是最热最热的地方，你看一头拉骨地方啊，包含了北部的台北、新北、桃园，还有呢南部的屏东、东部的宜兰花莲，哈，还有南部台东等等，东部的台东全部都在这个红色的灯号范围。你看整片红啦，哈，从北到南的整个东部红通通啊，西部呢橘通通，一样也是超级无敌热。来看的是基隆、新竹、苗栗，还有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云林县、嘉义市、嘉义县、台南市以及高雄市。几乎全台湾了啦，都在红色灯号以及橙色灯号的警示范围当中，所以大家今天周末白天好乖乖的，不要跑去大太阳底下呢中暑好吗？大家真的要做好防晒，多多的补充水分哈。这个一排水刷起来，多多喝水咯。当然同时也要来看看的是卫星云图，你看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卫星云图的台湾的附近的其实天气系统是相对非常的稳定，几乎没有什么云雨系统来发生，高温炎热一整天，好，大家要非常的留心。当然呢，一周的天气走势我们同步也来关心。今天礼拜天喽，哈，周休假日呢，这个周末今天还是热，好热爆，一直到明天礼拜一这两天天气状况很相像，全台湾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高温热爆，热翻哦！另外呢，从下个礼拜二到礼拜三这段期间，午后开始，注意了，雨伞要带了哈，雨神要来了，午后会有雷阵雨，不止天气热，午后还会开始呢下大雨，所以大家从下个礼拜二开始出门记得带伞，免得你下午出去会被淋成落汤鸡哦，要小心哦。好，当然透过小叮咛来提醒您，这节今天的天气的重点，当然就是热啊，哈，天气高温炎热。全天你都要慎防热伤害，到下午4点之后哦，会天气稍微温度才开始下降，所以呢，大家白天的部分如果没有事，就不要特别跑到太阳底下去晒到中暑呵，要特别的小心哦。旺旺水神，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一直在喷烟的这个叫做旺旺水神雾化器，哪里买呢？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。好，同时呢，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康哦，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，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R588 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。